原标题英采儿请大度逛母婴店，被拍恭喜陈小春再次当爸 Jasper 要当哥哥啦。近日香港媒体爆出一组英采儿逛母婴店的照片，照片中的介英采儿戴着棒球帽，身穿粉黑相间的长款卫衣，带着小小春选购母婴用品同行的还有一名黑衣男子，帮忙给英采儿提着采购完的物品。英采儿在母婴店中逗留许久，左看右看，精心挑选一番，从逗留的区域可以看出货架上摆放的白色和红色系列的婴儿用品偏多。难道采是在给妹妹挑选衣物？采购完毕后，英采儿拉着小小春满意的走出商店，英采儿全身照曝光，衣服虽说是宽松款式，但是还是能感觉到肚子已经把衣服撑起了，整个走路也是往后倒的模样，印象十足。而一旁的 Jasper 满脸笑容，看样子在母婴店中和妈妈挑选的很是开心，这又是逛母婴店又是穿着宽松的衣服。英采儿怀二胎的消息又实锤了不少陈小春想要一个女儿的心愿，是又进了一步。在爸爸去哪儿中，陈小春对小泡芙的喜爱是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了，看着小泡芙就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看到春哥这么喜欢女儿，英采儿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也亲手写下承诺，和认真的承诺要给陈小春再添一个妹妹，这个心愿似乎也在一步步的实现。前段时间英采儿在社交账号上分享了自己的一则动态，穿着宽松的卫衣和友人合照，一度被质疑怀孕。随后英采儿又在微博上发了一段很有深意的文字，表示做妈妈从来不孤单。晒出的照片中的一个小细被网友发现是孕妇专用的维生素，就算是没有怀孕那么惨，也一定是在备孕，纷纷恭喜她。来如今英采儿被偶遇印象十足的逛母婴店，看来也是离好事不远了。